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32回。你在两高头那个啥罗梅林里向，银包送了梅花塔朗香。当年的事没的你真个不相信我是当不好的。我啊于一飞我妈告诉你听，你妈是将我受事被被中相信了。恭喜听崔相识，我也问问那个教师来历。根本没好。结果我个教师来历说出来了，老娘告诉西边根本要不少配对了哪位的。倒要崔相公一些的啊，弟弟是公公，说问小弟的家事来历，嗯，得我个兵公公听见弟弟呀，是地中不同的呀，哦，有一本正经，我西凉嘛总归是西凉的，你说得出来呀？啊，他们是两公恰是神经啊，明吃起来但是个爹爹娘的行为，嗯，一天地母亲在家口头光阴哈，原来弟弟生意不好，哦，每一道是，嗯，小弟自己记下在七岁那年已经开了几十年，哦，原来被我种植思想，嗯，在自然挖了几副抖音特别一样的垃圾，嗯，我家弟弟两公巧心，嗯，这里是垃圾的抖音，嗯，打造好了几副新垃圾，嗯，没人身家靠一刀舍了哦，我家的确不容易搞，从光七岁了已经为得活得无样子，嘿嘿哇，你来告诉一家大户人家，嗯，要出嫁一位千金，嗯，被媳妇的庄里呀，哈，是偶像到他家去打扫东西，啊，我弟弟一问呀，嗯，带了我的东西去我们西凉打扮新的东西啊，弟弟呀，老师啊，谁不么神啊家去，每日风里的狗
来十几栋，吃不得吃里多，随他下上去嘛，并不家要食。两腿之中下昏口里，原来我给他家，几一个同儿不不够，为中四三四婚，心，我就分这个同儿，我分他四岁后认识。人家看是那是人量吃的哦，我与他讲理了。哎呦，我吃的吃大不灵个高毛利息，说你是干三个家。嗯，我说的每次一股生呀子，一样的两个人量吃的，一样的。好比你们两样是要什么婚嫁菜，不然你多人两才吃四样婚嫁菜呀。我是的内中个欺负不给你，我与他认理呀。原来这个同儿的讲的他是娘亲啊，他是的新娘子在第二手把东西上，银两子那高的说明一大清年，这上下一分上下退，他是那里好比得来巴黎人。原来我与弟弟讲了，我说思想不是人家家大年里去修心，我谁呀有年量的呀。哎呀，那个家是十六岁的，为自己吃一主意了，这个你家自己口人烟云啊，他不冤哦，被我冲着泪鼻哭，弟兄了几几分分难，举足的送到我眼里去飞行，三要不我别的无法可想为小弟早就知道的送到我人量地里向去学三年，原来小弟有点人量的呀，这厉害呢，人量偶量之中为第一。哎呀，各位人量地开不开得来，这个道理到我理想的三伙是不得了，老辈子还有师傅是啊，他不舍得了，我随他下，我是遇见了一家丁，不了家财是家人呀，每句不中奖，每句。
进家园我问他四彩红人吃的，嗯，他说的你，他说的那是你是人吃的呀，是的你是人，那是满意不悲，娘家东君的下东王神吩咐个龙门呀来时通，勾勾为家是呀成难，你来写的想你，我想那么多事跟你念念哈，我立刻为家定义亲，我与弟弟家，我父也有人家了啊，谁日也把十分多八万家里的功名门，你家弟弟可认人缘，弟弟不冤啊，哦，这都是发生公事本，他见我有人量啊，哦，我是个不如不肯人，被我冲着来的痛，去来日嘛邻居的祈求我酸心，去来邻居祈求我的爹娘，这是个小儿子他的呀，几日他心嘎吃几难，大不日嘛一路当中去抱一个命，举着送信哦又当门，实在不是不分你公司资本落你打来也是穷的，哎，应亏的于一扎火塘一窝塘盛大的唱的是干啥火塘，周门娘穷人家靠人家钱都来多事的送到我火塘里向，各位先生亲自个谁是盛大的，那么我今天开心啊，用功见功，一岁雨到金门两岁个雨不出金门，两年进我的中文章中国故事那一成贼，这是个小儿啊，家里必定是得功劳，你我爹娘本是辛苦兮，大侠国富民贵，天来双亲间去世了啊，写的非亲戚不依靠，连接那恩师大人生日礼服我生日生，应亏恩师大人啊，哥哥，这是不对你呀，没了就是我那不对，真呀不对呀，相思路上二娘娘与哥哥那是兄妹之称，那的是他们张家不追之一公公，这个哎爷你既然爱张老师，我说个一句啊，虽如于听句啊不不依赖的，我不去开放你杀了唐英家说个句爱我呢，张家里向啊这个张卫春是我姑父的，
三岁嘛是侬表妹，三岁嘛是侬个表弟了。这个你个姑父啊，交关势力。那么哪一桩事体了？你这个亲舅不来气呢？三高看不起当八虎，因为以前辰光当八虎里向来娘高都是娘，当一女个姑母。那么当八虎个姑母嘛，谁那里到屋里向一旦口头光有？别沟里的姑娘年纪轻的辰光，啥面孔娇贵，标致的小家碧玉，是好是药？那么不晓得这个三位子呢？你作为太太，加上夫妻几年不相配，夫为娘子，那么专门套一种是非美人呢，也想来一个亲。而且那一个什么三位子啊，当时你想平康女子的血最好也血加别扭，那么一种是非美人了，他们呢血这里当八号的公母，你恐别吃得来不得了，那么与来嘛去替当一个药一商量，再提到个姑娘一对嘛五百百发啊，是哈子正经说说谁是做美人嘛的三高级嘛，三位就那一个去了，做个是夫人。一个怎么做个是夫人啊？交关苦难，三姑当屋的人还要服侍了他。当八号的姑母到里站去，一进三高姓杨，一位么张氏一女杨娘，养一个张林，一男一女。本晓得原来啊，那个合作高下，三位就各位堂堂就公事。那么谁哪里扶正起初不来往呀，一到两步哎，不来气，原来三位处谁哪当八号的姑娘扶一扶正呢？那么你那女人们你的关系从那当八号的妹妹叫林德来，这个辰光当一位先林德三高嘛，当八号啊辰光交关拘束了，要娘们就恭喜在介绍个你娘娘是有辰光没凶个实在呼吸得太够，我的神心不够了，已经起码当八号呀，一日把那面孔了乌得粉粉色，一日把那脸等于身上三三天个当认真作业了。那么原来你呀、啊、想想我也是这样吧，这种亲舅母啥的你工作上也苦恼不起个，幸亏这个身上的努力呢抚养起来，那么身上的呼吸个我三次说了以后啊，当八号对之于嘛，介绍个张卫出来的口中也拿个轮胎不了当八号，当八号别为了要撇开外头说告诉我个别别将来破干部死了后嘛，弄死了如果脸上光那是夫妻一波一波脸的上上去啊，三郎的张水爷你娘娘那个郎相嘛，就说也有点不开心了，他别说社会有一点心情来，这样的意思。当年高兴发根什么的事了啊，一句谁都一听卷不可吧，因亏得身上的那副阴阳人吧，我告你为受我一笔担心我喝了他弟弟呀，三更天色我那得听话，我说欧塞一晚心红红门，这个是我不是瞎说，我十二岁啊就中十二岁，后来我的如今去靠乡上的你们十六岁，后来小弟到金陵去给靠乡上，金了靠王若了王一地出了地目，我走了受批的坟上，后来坟上无批之余，我想一个人岂不能防一根本，嗯，我与你既是个思量啊，是啊，我在坟上就自卑在忘了几副拉去，哈，你也是一个嘞，坟上老他他他我拉去了老个，原来真呀，交就之余，嗯，被登受批为你半上阵批出来了。哥哥寇人得重功名，我去顾客非人得重啊，哥哥当然批是什么批的啊，我看得清楚啊、嗯
今日来金书门转手机笔，为于功夫来我拉起。拉起我挖这个走啊！哦，是金口，我中了书呆子，既有一种格式，你也搞出三年这种高人。嘿嘿，这样的做主赛是一口中，我当八虎头一口中。原来我中了计又只隔了三年，再晚京东去改考称为，那天下于是得中第一名，唯有被人以为我的，海盗竟以为将我送日的招上去。是我的为女功名并非是靠出来的，花了经验，随即叫有人黑的各区中的为女驱逐出京，那几下以来被我的接发起屡次用计下，我到了高中之余一连胜败，所以我输了三年，亲朋基础我说话为美，要出他一个计划，我见不了，我要自己去为翻一个将军，随即向翻译机在勾手后卫水女机李机机与我旅定飞翔，所以我不惜身价美身进锋，叫玉有七里来相为富有对米不相逢，如今是这种新的小女党员，我一飞正义高定定托终身。哦，崔相听之心儿郎听了，听你从头至尾嘻嘻哒哒的唱，哎呀，这刚说起来你是驴子当不好走，黑话当中一句句话不走啊，你要见我托终身拿北发现的吹下迷宫长得凶凶的心里像雨惊雨喜啊，哥哥弟弟心地吗？是心地地心托终身吧，但是终身吃口茶茶，愿真记得哥哥，我是真家见脱了终身傲娇的名字吸引，为主攻守为何你倒水来你心存我来年纪弟弟口这空崔相的你们知道不好，为什么崔相一片痴心大给大地来，我是应该我终身脱不来，别你们爱我啊，我终身脱不之呢，你伟大之受罪不拉听就旁于现实之之于别讲的，那个一帮高女来要好闷才子，俺是猜我是看一个笑话的呀，别把人家细细之内刚刚的内心我叫
我在东升托不来，我们老老等奶奶的不来噻。哦，可是这边哪不来是该？狗狗拉，老女婿拉个娃儿也个比。还话自己的了心不老在家嘛？喏、哎。没自由，别搞你对事，恐怕我大致送出去，昨天到那里清酒办理，求我给你喂个窝的。哎，你尽管放心，哎，我是真心爱你，为止你自个吃个种苦头了，还是我的耳朵会得自个饿啊？跟我并不是你和你都风错心啊！哎，弟弟是。放心你了啊，压的心父啊人非不是那么大你欢喜挖出来，带我们来代替立即叩喊，当真？当真呐、啊！啥那个力气嘞？进口来的十道罗麦丁，配备火嘎啷响，我有你神仙的了。苍天在上，雨通在下，一切够啊！神机在中。弟子当言，为了取个一匹真金，时间取计，鞭挫终身。倘若我到了宫中，三心两意，不招龙鳞，言计取计，实现了他，我永不超生。我的哥哥最早把他没接过来，我深信我真心爱的崔相。好了，我开个女啊，你起来么？你一想啊，哎，我没把嘴里崔相和他拼接，结果我家里还要摆一个嘴。谁见小弟是真心爱的崔弟，我见代替你的两类弟弟听得清楚。是见亲弟弟一样我被骗了，哎呀！啥个人砸牙齿了？你哥哥娘不接他的呀？啊！你啥个秋香有法术干？我立起来把伸出来一胳膊，秋香娘不接他。而且来到湖边的香格子梅花都会等不个的。那是大众秋香，大个留不下，也要好好的拿了。
给到老饭店，当中的是国戏，给你们卖好个汤，两旁边两个门里啊，再讲他西方门里是干，两边是唐伯虎的了，当中翻个薄棉花了，我讲是一个美作。不了风池这个门里了撇了撇动了动，当时就像陪了个飞一的哈哈的，对呀，最高来不是一诺门里一小嘛，哎呀他的也是一截一对出的同我当时说这个不晓得飞的为啥把美丁个把美丁打罗美丁飞得飞对的同，哎呀又来去向家人家以哄屁我啊，到最这个时候拉个张把美丁里对过来的一哭去向心里我吃美货奔这个话呀，哎呀崔香你好好进来了啊，他们哪有个叫崔香啥辰光追个你放在地的浪花追个辰光崔香已经追着，他们在那时候说起来嘛，崔香扶顶了大追不是的，一边举我去发追呀，崔香女儿对对起来对高山上了一个，哎呀就说哭几个斗命几多对了了，他多少天到了让高山上了像一鬼子让灰色就要扎把枪扎把枪，崔香哭几他们心里哎呀好了，当时不然几多对哭几的妖精过来和平的像美湖一路嘛来不及刚你我走他得给他抽着痛的努力花了一些嘛人忙着不高浪这刚了的这个这当八号子的神道的实在按照了老年风不必让多些鱼嘛都命多的在风口间里都要去向当时被你让哭了到这当八号笑不笑有真是这个人们离开出来了当时的去向也是当个人可以嘿一声去向你往哪里去我真累了啊去向不走去就可没有谁跑在哪里飞得来的呢你都没有哭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也不要把你告诉所以去向有真不走来嘛，当你悄悄两把子里一年都几多对了然后来你飞也飞得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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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了哈天他说这个车车两双车你不用不听说我刷个龙头甲你是你屌逼啊弄进来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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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五角三不够三角啥意思呢你的理崔姑娘今天比你好啊儿子我是他一双满真货的第二个补啊补啊打造这个四不严谨的补啊当然来的没啊你上个好目的个修啊地妹黑啊打造这个四啊那胡高郎香奔奔一挖一趟不了人三坡的跟斗送你来的没高兴那胡高郎经过这么当阴这个不知脑子的不乖的经过这么出火雨那中梅龙里向几条一个洞儿哎呀几个龙洞边呀哎呀耍人家哦哟去向家家所以你脑子是没火了啊哎呦去向不得了嗯，他是真正呼吸啊！我对当这个王，我王，我是林了啷个他的，哎，这今天我刚起来十五，往哪里去？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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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又说你讲，哦，这个是我兄弟哇、啊！哎呦，你是东儿当中一扎钉，东钉，哈哈，相咬得冲，我是林了啷个相咬。今朝的好不像个像啥，离了啷个想要了啷谁，离了啷个他他都弄不动。哎，东儿不够像啥，当年经过谁过来哈哈哈哈哈哈。崔香听得清清爽爽，背地为了啷谁过来。他说我忙成中门里想打进去了，可是我又再混出去，又就再进来，把那中门啷过高了，他不哭泣，自个儿都老吵吵，哪么吃上我。不能追踪门
怎么去啥地方呢？崔香一路打过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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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看见了，里头有一扇门，这个一扇门了，没啥人不晓得的，也搞不会得开，所以崔香家里想赶紧一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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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没气得的，他是忙跟董桂郎想打一步招来，把王东阳一拉。人妖精进去睡一什么门当归上那么推下平地妹妹家最进去哥哥一手门门是我来了想起来的时候大地手门上的响绿里响你个人为啥门杀都想起来吗哥哥一手门是机会门拉不拉不开推推不开往了响绿里响空的了高的不两手里向一道做工他是我们网络拉进去的做工嘎啦啦就起来哎这是有什么个做工帮一点没得让从里想出来是稀奇他想这个当当啦啦啦啦啦最高来没得神到杀伤力提起当个声音带起的来哎呦吹向也不哭泣一眼发卡到龙河东岸最高来没哭泣一堆门上了两堆刀中晓得啊一定开个堆门来进去开门开门推推推不开拉拉也拉不开啊这时门难开吧一口我们往死里哦一个懂个配一定要往拉那个中间到底聪明你半个人啊一个你往往一种半个人不是相依不离切切你不是来哄不给灯泡了去哄的是阿玉啊高西龙帮当阴一口把好梦镇里来往拉拉口东推龙大楼不里嘎拉不里向他做工就是这是我们进去好了你不晓得谁哭你那道是一说是我们当地上哒哒哒哒哒分够了一口哟崔香你的微笑你老弟呀崔香往哪里进攻的雷料啊崔香不提早你为的进来了哦呦你也太聪明了你吧可是我们熬得开一个崔香往这里想这这这这这这进去拿分来着你就大致往听着努力花了一些人打的一下崔香的是美货往正呼兵一下一他们崔香追过来来他他往地一里可是人光崔香吃力是吃力的不得了对真是个来他他好哎呀崔香你这倒是气出嘛的那个少天哦各种那个强调我晓得一定语言灾难壮人打的灾难啊对的啦那他对这么一浪苦呀你家苦那个努力啊就你们力了我了啦当帮分下这是放平呀再混起来叫他等等等分过来把个空楼的这阵子个你们浪这商量不生意的努力啊你们你们一上门还会得有生意呢这空楼的商意上那他一口毛是的语言在我的车厢可得穿努力让商意上像是空楼的商那他勾一上一定遇人在我的车厢勾一上的生意嘛当然听见带起的来一个大不要死的这倒是往天浪向来根本你别慌呀你慌着的忙于一拍嘛母系的方式啊夜晚一趟嘛真呼呦中这个屁股没痛啊哎呀哎你去百米越快女人昂着匹配哟、哦、你为衣服提了呀背起来要想睡呀、啊、哎这啥来不及的你想放清朝出来春夏哎太太虽然手给大队最傲的春夏随着他气出嘘嘘快去看来后人在我的车厢啊嗯客人手鼓大队在你他他的车厢真正登场他是这个的啊客人手鼓大队在你他
当人一听那么尴尬的女人出来是吧，把孙子来一哭把这个春香说是你呀、啊、那么要记得叫我哪说法呢，你多让我四个声音不吃不吃啊，说让你死在浪费的钱。哎，春香姐姐，哎呦，你哪会得给他来的你？这个我们啊，哪会给他来的着？哎呀，那么哪说法呢？俺人就是我打春香那里托众生在山上给你打的品，我吓死不得啊！好了好了，娘过来十两三句我们还是问，那么你个十句我好混子嘛，还是当不是的呀？哎，我们拿拿来，在北龙中饮醉啊，忽然看见两位姐姐啊。你们水中拿了一次梅花，爹地在背云中是春香姐姐啊，春香姐姐，你这这次梅花的很客，你从哪里配着的？我理解你都是那弟弟，你一生都不得应我，给我再次返聘啊！哦，那可就是我啊！哎，我们可是你弄错他了。我李白的口气谁想当这只牛啊，哎哟，这个说起来我的白云倒是太白了，你说为什么呀，我的白云不天下来的哈，这个口袋不记得，哎呀娘，我兄弟啊，你弄错的吧，真不是弄错的，这是牛呀，是曲香妹子呀，啊妹是曲香，咦，不能呀，曲香呀！哎呀，我答应你春香的呀！你弄错的喂！哎呀，最算是的，都是你自己的不好，你理来我的呀！哎，是呀，那是俺说起来的事，我不害，是我不害喂！哎，有个当八虎嘛，说得出；有个春香嘛，我们得落地也得。那没把你，我要听姐姐嘴里，我还想一个反而口号呢。你别急啊，就太急些了。你别急，我来帮你想想。是是是。这个些事呢，我帮你想想办法。那么想一个办法要放平就行啊，是谁？